就往我这儿倒啊，然后停这院门口，好上车。瞅着我啊，小左，就停对着这门口啊。来，我给你看着他倒。倒啊！嘿，吓死我了！你会不会开车呀？我平常就这么开的，你看行吗？行行行，车是您老人家，您随便。来来来来，行，同志，上车上车。紧啊，慢点，慢点。哎哎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医院呢？你应该留下来照顾你女儿啊。这个女儿我也得管。哎哎哎。得嘞，这戏啊，接着上医院演去了，走吧。你就幸灾乐祸啊！我告诉你，你这样回头两边你都落不着好。啥？什么？没事儿。什么说？不是不是，我说这个，祝我姐订婚快乐。没心没肺，我可以。姥姥，他今天犯病，主要是因为情绪激动时一下子吸入了大量的有刺激性的气体，就像你们说的臭泥味引起的。以后嘱咐孩子，别动不动吧就发火。那您再跟我说说这花粉的事儿，就是是不是我闺女这辈子就得离鲜花远远的呀？你们是一知半解呀。刚才我不是说了吗？一般虫媒花花粉不易引起哮喘病人的过敏。不是，对不起，大夫，您别跟我说术语，您说的通俗点，要不然我听着我有点糊涂。咱们家里日常种的月季、玫瑰这类的观赏花，就属于虫媒花植物，因为它是靠昆虫授粉，它的花粉黏而大，不易在空中飘散，所以不会引起哮喘病人的过敏。哦，那好了，虚惊一场，虚惊一场。那医生，我就是不明白啊。以前我女儿犯病的时候，所有的医生都告诉我，要全面提防花粉过敏，还要少吃那些刺激性的食物。那这又怎么解释呢？春天呀，要提防的是树木花粉，比方说梧桐树、柳树、杨树等等。秋天最能引起哮喘病的罪魁祸首是野生杂草、蒿类植物的花粉。哦，跟观赏花没有多大的关系。那关系不大，不就是说明还是有关系吗？对，任何事物没有绝对的一面，也许你就是月季花粉过敏呢。以前医生跟你们说的要提防所有的花粉，没有错呀，宁可错防一千，也不放过一个。我也是给女儿的病吓怕了，医生，谢谢你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。先输输液吧，缓解一下症状。去拿这个交费去吧。谢谢你啊，没关系。您慢走。你少得意，霍启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不再说我为什么喘上了，而是说你凭什么使坏啊？你凭什么在我们家花园种花？谁允许你的？我告诉你，以后你就不能在我们家种花，就是不行，知道吗？知道知道知道，这跟大夫说的也对，也许你就是月季花过敏呢。你什么些是闲话？行了，这儿不用这么多人守着，你走吧。不是那个什么，我回去我就把它处理了，咱再也不种了。我去交费吧。不用你去，我去。这是我惹的祸，这我得管。还有，告诉你啊，你要是敢回去跟我姥姥告状，没你好果子吃。我这。行了，平静平静啊，赶快。赶快来，躺躺好，这么躺着多别扭，来。我大概两三个小时以后就回来，你叫工程部的人等我一趟，一会儿回来我要跟他们开会，啊，好，就这样。跟你说个事儿，我想问问你啊，你喜欢林山哪儿啊？知道的事儿就别张嘴。不是，你看你别发这么大火，咱俩就是讨论讨论。不是。你现在跟灵山是什么关系啊？我凭什么跟你讨论呢？是，这个不说。我跟你说，我对你吧没那么大好奇心。可是你要给我的女儿当继父，我不得好好了解了解你啊？那咱就不说灵山，要说你。我是听说你是离了婚了之后啊没有孩子，那你能对然然像亲女儿一样吗？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，
我不但会把她当成像自己的女儿一样，我还会和她像朋友一样相处。那朋友，好朋友也有靠不住的。六月的时候还称兄道弟呢，到了腊月就白到的进去，红到的出来了，这种事还是有的。那是啊，那么你呢？你靠得住？我再靠不住，那还我亲生女儿，那继父就难受了。你还要怎么害她？ 难道你要把冉冉给逼死了，你才甘心啊？哎，你别咒我女儿啊，你嘴上得有银栓。真是，媳妇儿，嗯，冉冉怎么样了？没什么事儿，医生说肝因为情绪激动，所以引发哮喘，不过现在已经控制住了。你要给我打电话，我马上就赶过来了，可我急坏了。那赶紧陪陪他吧。哎，住在那间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去了。这小伙就是高贺吧？喂。 该打招呼的不打招呼，不该打招呼的瞎热情。阿姨，还行，没发烧。我接着聊电话，我就赶过来了。你说，你说，终于都住院了，你不知道早点过来认识一下吧。我是冉冉的父亲。你谁父亲啊？嗯，谁承认你这个父亲了？ 别在这儿待着了，行吗？赶紧走。那个，哎，我说你不是去交费了吗？你交了没有啊？没呢。冉冉还等着输液呢。是马上去。能不能干点正事儿？是马上去，马上去。我这一出门不是碰上小高了吗？怎么样啊？咱跟我一块去医院。你这样，叫阿飞以后，你把交费单交给小高，让他带着医生，你甭上来了啊。别，我还是我盯着吧。行了，你在这儿盯着，只能使冉冉病情加重，你赶紧回去吧，收拾院子。 把单子拿上来啊！啊，好。谁让你把高哥叫来的？行了，别耍小性子。啊，人不是关心你挺好的吗？打住打住！坚持坚持，一会儿就输液了，平静一下心态啊。嗯，看看还喘。平静平静。对不起啊，叔叔，我刚才不知道是您。 钱给，哎，不用不用，叔叔，哎，你拿着，哎，别，叔叔，这孩子怎么这哪能让你出这个钱呢？你别，说快说，这不了我有钱。啊，你有钱的是你的，我跟你说啊，是这么回事儿，你跟冉冉也好了这么长时间了，是吧？我跟你说，你我们家的事儿你也知道不少了吧？我这钱呢拿呀，是为了让你阿姨看，知不知道？我要是为了跟她搞好关系。 虽然他不在乎你二百块钱，可是我得表现一个我的态度啊，是不是？你别生气，我还有个私心，我是试试你小子抠不抠门，不错，挺大方的。可这二百呀，你也省不下，一会儿给冉冉买营养品，啊。哦，行行行行行。那行，那叔叔慢走啊。谁说我要走了？我呀。
试试你到底有多大劲儿。你看你这么瘦，你这么你使劲握我的手，使劲儿。使劲儿。使劲儿，使最大劲儿啊！使劲儿。哎，对，使最大劲儿。啊。行行行，没事。哎呀，喝。这小伙子，你还有点干巴劲儿啊！一看我还不是娇生惯养的。是是是。您别看我瘦，但其实啊，我不是因为挑食，是因为我爸妈呀都瘦，基因遗传。哟，那你这基因好，现在省着减肥了啊！我得嘱咐你两句啊，待会儿你进去的时候啊，然然要发火，你别着急，他可不是冲你，他是跟我有气，所以你今天的任务啊，你去好好陪着他，把他给哄高兴了，听见没有？知道了，知道了啊啊！来，咱俩互相留个电话。好，你给我拨过来。行，你不，你摁好了，我再存上。你这怎么弄啊？就这，他一滑，滑来对。哦，对，说说。好嘞，你存上啊。啊，存上。行了，这么着，记住我说的话，就别发脾气，让他高兴，也别让他发脾气啊。行，行，那我走了。慢点啊，叔。哎，叔叔，要不我把零钱找给您吧？您正好打车也用不了这么多。这小伙子，你这笑话我是不是？回去吧，慢走，叔叔。你去，你别省着，你去给他买营养品。行啊。妈，我可考验高贺这小子了啊，效果都不错啊，挺实在的。我假装啊晚点付钱，哎，他不说，一点不抠门，抢着就付款，哎，也挺朴实的。但是您放心啊，我还得接着考验他。您说对吧，妈？妈，啊啊！行了，您还问种花这事别扭呢，别别扭了啊！我没有，其实我呀，人呐是老了，老不中用，不中用。哎呀，订婚那么大的事儿，人女儿都不跟我说呢。外孙女吧有病，有哮喘病，也不跟我说，为啥不跟我说呢？不就是因为我年纪大了吗？糊涂了吗？没用了吗？哎，妈，您别往那儿想，您往好处想。不跟您说那个然的这病情啊，是怕您着急上火，这是孝心。你这心里可倒敞亮啊！人家都订婚了，还替人说话呢。哎呀，你这傻孩子。李然然和阿姨就不孝顺。他们老跟老顶嘴。哎，这个，行了，进屋去吧，洗洗去啊，洗干净的。爸跟姥姥说会儿话，大人说话，快去，听话。妈，订婚这事儿吧，你还真不能怪林山，是吧？现在我都发现了，通过这件事发现什么？萧炎绝不是个善茬，知道吗？他发现咱们有警惕了，马上订婚。是吧？所以，这个人咱还真不能对他放东西。你也看出来了，是萧炎使的坏吧？我没猜错吧？那怎么办？你说咱们这看着他们两个就这么订婚了，我生生的就拦不住他吗？妈啊，妈妈，其实哈，这事儿说白了，这事说白了怪林皇，他吧就跟着那谁坦白交代了，你知道吗？这萧炎他有了警惕了，所以。我是正准备找熟人摸摸萧炎的底，这不是还没等喘过气儿呢，就一个事儿接着一个事儿，这不是都连一块儿了？你看看，你一看这萧炎不是善茬子吧？啊，就他在使坏。你当过保卫干事，你比我有经验，看坏人呢比我见得多。你说怎么办？就这么办呢？我是不是找丫头？我跟你说，把这问题我彻底跟他谈谈。妈，您怎么彻底谈？我跟你说，然然，林皇也没少跟他谈，他自己心里能不明白吗？可是啊，老话不是说了吗？恋爱中的女人什么话都听不进去。那怎么的？撞的南墙还不回头啊？啊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可真是爱人眼里出西施。这样行不行？我到法院去告萧炎。哎呀，你，妈。您的想法太冲动了，您怎么告？您告什么呀？您说萧炎，到处借钱，怕林山挪用公款，供他挥霍，说他吃软饭，
这是咱们的推测，咱们没有确凿的证据。再说了，您要操之过急，容易适得其反。你可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我到底怎么办呢？你说呀，你不能到这个时候打退堂鼓，什么都不管呢，是吗？你不管怎么说，那丫头还是妍妍的妈妈嘛，是不是？这妍妍是你姑娘啊。是是，你可得想办法呀。知道知道，妈，您别着急，我跟您老保证，我绝对不会送劲儿的。我还得接着找熟人，继续调查萧炎。但您老听我一句劝，一会儿他们回来的时候啊，您就不说话了啊。第一，咱让然然好好休息；第二，您想想，林山正在热恋当中，咱跟他说了什么，他肯定一个电话就打给萧炎了，咱反而被动了，对吧？前车之鉴，咱不能不接受教训，是不是？明白啊，明白明白。还有，那个然然的病啊，看来也不是很严重，就是过敏嘛，到医院查一查，就什么东西过敏。再说了，我这还有偏方呢，啊，咱给他吃中药。咱这个咱呢，还是科学治疗吧，别整那个偏方了。偏方那玩意儿，谁说是偏方治大病？不不不，我出院嘛，我去李瑶家住，没事，您放心吧。啊，然后这两天我都不回家了啊，我都住李瑶家。我回去，我一见霍启，我就生气，我一生气我就激动，我到时候我哮喘病我又犯了怎么办？然然，别再任性了啊！医生建议你留院观察两天，这是必须的。我都任性到医院我输点滴了，我还任性？哎妈，反正我不回家，坚决不回家。哎，然然，你就听阿姨的话。你能不能别说话？妈，我跟您说啊，您可以对霍启宽容大度。但我做不到。行，我为了您，我为了您给我姥姥尽点孝心，我同意他住下，但是我坚决不肯跟他住一个屋檐下。而且您回去转告他啊，你跟他说，让他办完事赶紧走，他什么时候走我什么时候回家。那孩子，你看你还带着气，这不是伤害自己的身体吗？放心吧，阿姨，我这两天刚辞职，正好也是在家休息调养的阶段，不会照顾好然然的。嗯。也行，那就让然然住李敖家，反正我会经常去看他。然后一会儿等然然打完点滴，我就打车送他回家。我不用你送，肖叔叔，这样吧，您现在帮我去办出院手续，等一会儿输完点滴以后，您先把我送到李敖家，然后再送我妈妈回家，行吗？不行。哎呀妈，就这么定了，肖叔叔。林山。尊重然然的意思，但你们一定要照顾好然然啊。会的会的，肖叔您放心。那我先去办出院手续。哎，然然呢？哎哎哎，我问你话呢。你挨谁啊？挨谁啊你？不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这不是替然然着急吗？你现在才知道着急啊？他的病是谁闹的呀？现在想起来关心他了，少假惺惺的。基本恢复正常，没事了。那么想，我没。再说你已经都订了婚了，就是我想怎么也来不及呀。你想什么呀？我就是不和萧炎结婚，你也痴心妄想。你不就想搅黄我们订婚宴吗？是不是？真不是。那个我不知道你们今天吃饭的目的。你看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你哪怕多说一句，就不可能发生这个事儿的呀。你别逼人太甚了。
让我没了恻隐之心，把你们赶走。快去，赶紧问问你姐吃饭了没有？没吃饭，赶紧送路上去啊！桂姐呢？爸起说话你没听见吗？交的任务我也完成不了了，你不想复婚了？不是，现在都来不及了。你看他们俩已经都订婚了，这没法弄。你那会儿怎么说的？啊？你继续住下来，知道吗？啊？你不要想别的。行。你一定把萧炎的底细给我查清楚了，不然的话，他真要是个骗子，我能让他跟丫头结婚吗？你说呢？你进来，我跟你说。你进来。咦，吃面条了？哎，我怎么摊上了这么个老爸呀？油盐不进。怎么了？我觉得你爸挺不错的，挺幽默的呀。特别是啊，他刚才检验我这个准女婿的时候，用那方式挺另类，我挺喜欢的。他不像你说的是什么那么冷酷无情、不负责任。你懂什么呀？你就瞎说。我没瞎说，我真觉得他对你挺好的。哎呀，虽然他有点絮头了，但是呢，我觉得挺和蔼可亲的，挺有意思的。他刚才还跟我说呢，说让我呀。好好的照顾你，别惹你生气。你现在就惹我生气了？哎，我怎么摊上了你这么个男朋友啊？哎，我这男朋友怎么了？我很优秀啊。就昨天我去工地的时候，有两个女孩突然拉住我，他们说我帅，我不承认，他们就打我，还说我虚。真的，亲爱的，那你太优秀了，能摊上你这么一个，真的是潜力股啊！去死吧你啊！你能不能别老天天拿网上那些段子给自己加分啊？真的特别无聊。这不是逗你高兴的吗？得了，你有病，我不招你，你不跟你聊聊。真不用啊，你可千万别让着我，我压根没想来，是你非得把我给拽过来。不是你能不能不把你跟你爸的火全撒我身上？少提他啊！不是我提他怎么了？我觉得你现在变得一点都不厚道了。你说啊，你换在你爸那角度想一想，其实他真的挺不容易的。哎，他一农村人来大城市安家落户，嗯，就因为有一次小小的过失，就又赶回农村了。你说他是不是有点冤枉？他这不是过失，当时没人赶他走，他自己非得回去跟小三结婚的。你不懂就别瞎分析。我好泡面去了。哎，天哪！哎，我就两天没来，你屋怎么就这么乱了？你自己能不能收拾一下啊？跟个猪圈似的。这会儿还喘吗？要记着吃药啊。然然，别在李瑶家住了，赶紧回来吧啊！你，哎，行，你别激动了啊，那就再住两天吧。不许睡得老晚啊，早点休息对身体有好处。行，我不啰嗦了，那就这样，再见。你瞧瞧，看看上面写了什么的。
还笑呢？哎，你是不是不想干了呀？你身为房地产公司项目主管，你偷骂房地产行业，这让于总知道了，有你好啊！哎，哪怕咱画个名，改个公司的名，啊，你瞧瞧，啊，辉耀房地产公司高贺，啊，你可真是做不更名，立不改姓，胆儿可真大啊！哟，不是，当时我没想到这么严重。你是没想这么严重，你光想出名了吧？啊，谁想出名了？我就是想出口气。是，你这下可以出气了，你就等着给这个于总当出气筒子吧。他现在正在为这个销售业绩上不去，正发火呢。报纸来了，啊，我先录着。哎，别，那个我这版正看着呢，你把这先拿了啊。哎，我说你光扣这份没用啊，咱公司还有五份呢。叔，人怎么打了？忙着呢，还行。您来这边坐。人也没什么事儿了，您打个电话就完了。你干嘛还亲自来呀？啊，你那局去李瑶家看他了吗？啊，然住我家。然昨天晚上跟你在一起。啊，不，那个叔是这样的，你看我和然然都在一起好长时间了，这阿姨也知道我们俩。现在年轻人住一块很普遍，很普遍。你这叫什么啊？这叫未婚同居，知不知道？同居了你得考虑结婚，结婚就得买房子，你还成立个什么？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啊，什么不买房子联盟？不是你这个，你这不是拿着不是当礼说吗？啊，这收起来，收起来干什么？你都登到报纸上，你怕我说呀？哎，叔叔，咱外边说，外边说，外边说。外边说干什么？没事。小赵，这不对。这个事儿是这样，咱别拉扯了。行，你这个小子就是个烂土豆子，不听话。我刚对你有点好感，你紧接着给我两闷棍啊！未婚同，这个事儿先不说，就说这事儿啊，咱俩好好掰扯掰扯。我就是抒发一下自己情感。你这就不应该瞎抒发，抒发的这就不对啊！一辈子都不买房，是。你现在是没这个能力，可是你不能一辈子不买房啊，是不是？你难怪然然跟你生气心烦。他也不光是因为这事儿跟我生气，对他跟我也有气。他也不光是跟您也有气。别我说一句你就对付一句。行，那我不说了，那您说。你把我这当什么主这叫？啊，盟主这个念头就给我断了，啊。好好攒钱买房，到时候你俩结婚的时候，如果钱不够，亲戚朋友们可以帮你一点。你要三心二意的，我可饶不了你。
没三心二意，还跟我对付，我可告诉你，我要告诉你什么来着？他哪知道？啊，然然病还没好，哮喘，你知道是不是？所以啊，你们俩这是那个事儿啊，不能听见没有？啊啊！什么啊呀？啊啊啊啊！那知道。以后你得注意，得有措施，措施明，你明白措施？明白明白明白。我告诉你，然然要是因为你伤着了身子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不是，回头再跟你掰扯。哎，有事儿你先走了，好好想想。哎，藏着掖着，藏了公司的五份报纸，你怎么不把全市的报纸都藏起来啊？于总，我就是说一下自己的感受，您别误会。既然你这么痛恨房地产这个行业，用你的话说，这是个黑心的行业，没有良知，没道德，没有社会责任感，那就不用跟我们同流合污了。你辞职吧。哎，于总，我只不过是站在我自己的处境上，我说了一下我自己的见解，我毕竟没有针对咱们公司啊。好了好了，不用解释了，啊，把你手头上的工作交代清楚，然后到财务上算了你这一个月的工资，可以走人了。于总，我们并没有贬损咱们公司，而且我也没有泄露咱们公司的任何商业机密，我也没给咱们公司带来什么经济的损失，我就是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，而且我说的这些全都是针对那些大公司的，我没说咱们公司，真的没有。言论自由啊，你爱说什么都可以，当江湖盟主，发挥你的才干啊，督促房地产这个行业尽快步入正确轨道，你任重而道远呐！哎，忙去吧。哎，于总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行吗？出去！敌人就怕猪一样的领导。同样是面对想当小丑的人，有时的领导人家就会说希望你把你的快乐带给全世界，无时的领导就会说胸无大志。橙子是我一朋友，跟我没得说。你上来打的什么主意？橙子，我跟他说了，我说呀，你不能说提我，你一提我，你万一林山知道了我上他们公司挖人去，那不就急了。你说，橙子，他叫橙子，嗯，他能打听是情况吗？不是，有机会。他们那个后勤科长啊，每个星期三公司要开例会，然后呢，他是通过服装公司的后勤科长摸一下萧炎的底儿。如果这个路子不行，我得想别的招。今儿礼拜一呀，还有两天，这个萧炎能不能又使什么坏？你没事，这使坏也不在乎这一两天。你别着急，我还要跟您说个事儿呢。我有个打算哈，我想把咱这院里的花啊挪到小区的那个花池子里去。
哎，一挪过去，那儿不就成咱们家大花园了吗？你看，然后呢，这花也没浪费，而且还能美化小区的环境，这不是一举三得的好事吗？我就愿意听你说话，你一说话呀，妈这云消雾散。嗨，啥愁事儿没？行了，您可别夸我了，我也没少让您着急上火。就说种花这事儿吧，我是顾前不顾后，您是不是心里头也可别扭来着？我心里更别扭，自从我们来到这儿之后，天天都得给别人认错，我都认烦了，一点都不像在家里一样。你说那么，那你说姥姥对咱们好不好？就姥姥一个人对咱们好，其他人都不好。你好好做作业吧，你的思想工作啊，咱们回头再说。哎，我还要跟你说个事儿呢，下午跟爸一块儿把院里的花挪到小区的大花池子里一块儿干活，高不高兴？高兴。嘿嘿，啊，妈，您歇着啊，那我去了。是没长脑子，还是没长好心眼啊？怎么？就算然然不是花粉引起的过敏，那也是一个诱因吧？啊？你说你弄不起花，岁数一把，记性不长是吧？你弄了那些花干什么呀？天黑之前把它们都拔了啊！你别着急，你再仔细看看。丫头，你看看。阿姨，你就再仔细看看吧，你是不是眼睛花了呀？什么呀？这是假花。丫头，你是不是一到院子里头一看，这些花儿，哎呀，特别鲜艳喜庆？嗯，我就感觉到，妈妈就仿佛是回到我的童年时代，呀，进到山里呀，看到我家的小院里种满了鲜花，妈妈呀，咿呀，这心里的可敞亮。阿姨，还有鱼呢，我爸已经给姥姥买了鱼，姥姥可喜欢了。不信你就进去看看，就在那里面。对，咱不能光弄假的，得弄点有生气的东西，对吧？大启最了解我的心了。姥姥，我也了解你的心。嗯，这花鲜艳倒是鲜艳的，可就是劣质。你的品味啊，还有待提高。哎，就。其实啊，他心里边高兴。啊，但是高兴的时候，他也忘不了他挤兑我，对吧？你爸这名儿啊，起的真是恰如其分。霍启，霍启，什么霍都从他这儿起。嗯，你昨天不是还夸他来着吗？说他啊和蔼可亲，很慈祥。昨天是昨天，没辙呀，我拿我老丈人没辙，拿你更没辙。别没完没了了，行不行？大姐，你别唠叨了啊！哼，哎，踩着他尾巴，戳到他痛处了是吧？我说的就是他，哼！告诉你，我不光现在说，一会儿我上网我还得说他去呢。哼，开除我一个没关系，我们大联盟还有42张嘴，我给他背着呢。我非把公司这些捂盘吸售、虚报数字的事，我全给他抖了出来。哼，
以前电视台找我做节目还考虑我去不去，现在我必须得去，我什么我都不怕了，我必须把这些脏事我全给他抖了出来，我要不把这事抖了出来，我这两年我都是虚度光阴。去，赶紧去啊，别让你的人生暗淡下来。现在这有钱人的脑子里没脑仁，全是钱。哼，说这话的人有脑仁，口袋里啊一定没钞票。哎，你现在还嘲笑我，你就不能安慰安慰我吗？行，呵呵，我安慰你，我怎么安慰你呢？嗯，我夸你铁肩担道义，毅然决然的呢跨入了网络红人的行列当中，从此到处走秀，风光无限好。以后呢我就叫你盟主哥，简称盟哥，您看行吗？你别跟我这冷笑热哈。行，我不说话你也住嘴。嘿，不是我作秀，作秀，每天写个破作文还得上咖啡馆写去，至于吗？你真以为你是巴黎左岸作家那范儿啊？给谁看？除了你，我给全天下的人看。哎呀，火气呀！起车嘞，起车嘞，起车嘞，起车。大姐，别烧到了，行不行啊？老爸回家。世间有一种花，它的名字叫幸福花。如果你能找到，找到它，幸福带你回家。于是我从春天出发，跋山涉水走天涯，历经艰辛辗转，渡红霞。却都市的繁华，哦，天天天都在找啊，那里是我的幸福花？我天天都在找啊，天天都在找啊，总有一天我会找到它。哦，天天天都在找啊，幸福它在哪里发芽？我天天都在找啊，天天都在找啊，就在心底我发现了他。世间有一种花，它的名字叫幸福花。如果你能找到，找到它，幸福带你回家。于是我从春天出发，跋山涉水走天涯，历经艰辛辗转，冬夏却都市的繁华。哦呦，天天天都在找啊，哪里是我的幸福花？我天天都在找啊，天天都在找啊，总有一天我会找到它。哦哦，天天天都在找啊，幸福它在哪里发芽？天天都在找。
在心底。我发现了爸，看镜头。